Hello，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 Mr. Jack Yu，他是任职于券商的 Full Stack Engineer，是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面对 Legacy System 的经验。大家好，那我们就开始，对。就是这是我们的 agenda，就是我们会大概讲一下我们用 Apache Kafka 做一些 CEC pipeline 经验，然后主要是在做一些 legacy system 的 offloading，对。那最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了，对。因为我昨天有几个关于 Kafka session，然后我发现大家比较着重的都是第一个 part，就是 Kafka 本身。然后，Kafka Connect 跟 Kafka Stream 好像大家用的比较少。那，这个其实是都有被列在 Apache Kafka 里面的，它是被封装在一起的，所以，会提到一些跟 Kafka Connect 跟 Kafka Stream 有关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在 broker 的部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第二个东西是 CC pipeline，那 CC 的简称是 Change Data Capture 的简称。那我们去做 CDC 透过这个 open source 的 tool 叫做 DBZM，然后它就是可以跟database 本身形成一个 middleware。然后去产生的 change data capture，那它有非常多的 component 或是你所谓的 adapter，那它可以去，那我现在列的三个只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那它还有很多不一样，比如像 Mongo 这种，它也有，对的，一样可以，大家可以去看，对。那我们讲一下我现在所任职的公司，那我们现在的公司就是一个传统的券商，然后是1988年成立的，那基本上券商就是有非常非常多资讯系统，因为大家现在的股票也都电子化了，所以呢，我们从1988开始 build 系统，无论是自己 build 的，或是找 vendor 写的，那基本上横跨了30年，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维度。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tech stack，tools 或是 operating systems，对。我们最难处理的，或是对我们来说，像我本身是1990之后出生的，所以呢，像这些技术，基本上都不是在我18岁以后会接触到的技术。基本上这些东西，很多东西的年龄都比我还要大，对。所以，hard to learn。然后第二个是，大家面对 legacy code 或 legacy system 的时候，其实有些 code 摆个几年，其实搞不好自己都看不懂，更何况是别人写的 code。然后如果是 document 的话，那大家也可以理解，其实 document 做的不是很好。对，通常都是有一块没一块的，然后也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工具在 aggregate 这一切。对，那上面提的这些名词啊，什么 MySQL 5.5啊，SQL Server 2008啊，这些都是目前还存在于我们的系统里面的，对。那 PHP 5.3这个更不用说，这个上个10年最流行的这个Web-based 的开发语言，对。那我们现在的技术从古早的30年前到现在，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它不是一个就是都是新的，有新有旧，有还在 beta 的，也有已经不 support 的版本，对。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COBOL 这个大家比较陌生，因为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没有人看过 COBOL code，那更别说就是有写过，对。那但问题是，COBOL 目前在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台湾也不一，台湾国外都不例外。COBOL 其实目前还有很大的 demand，然后目前 COBOL 的系统是仍然在持续增长的，并且它在处理的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的金融系统。对，有很多统计的数据啊，都是每一年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啦，Is COBOL going to dead？那答案基本上都是 no。对。好，
那这边就是我们大概遇到问题，所以第一个很明显嘛，比如说像我这种 developer， 或是我们任何大我十岁的 developer， 他们对这个 COBOL no idea， 再来是 no document， 所以 business logic hard to understand。然后接下来是 COBOL 本身是跑在AX system 上面，或是所谓的 mainframe system 上面。那在那上面的 data 呢，其实是很难去跟外界的系统做一个交换，或是做一个沟通的。然后再来是大家不可能就是有一个人有办法从前端就是 HTML、CSS。然后写个后端 Python、Golang 或者 Java， 然后一路写到 COBOL， 这是或者他还要再写个 C++ 或 Java， 什么1.6、1.8，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 collaboration 上面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它没有办法被很好的储存在一个地方，或是储存在一个现代的 technology 有办法 access 的地方。对，好，这是我们。Before architecture， 虽然说是 before， 但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某些系统在使用的 architecture。所以大家可以看那个 application， 大家想象是 web 或是任意的什么web socket， 或是甚至它可能不是一个 RPC， 它可能就是一个上传档案的功能。对，那它会透过 socket， 然后去跟长在 mainframe 上面，在蓝线底下的就是 mainframe， 就是 IBM 的系统，然后。这 SIM program 会写一个 file， 然后这 file 会被 COBOL 读走，然后 COBOL 会在里面有自己的 logic 跑完之后呢，它会再写到另外一个 file， 然后它会再被另外一个 program 读走。所以我这边会特别强调 C 加 program 跟 SIM program， 就代表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套东西，它是分别被开发的，对，在不一样年代、不一样时间点，对。然后最后呢，它会被透过 schedule ETL 被写到一个 database 里面。这边 database 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可能比较旧一点 ，MySQL 或是 MariaDB 或是 PostgreSQL 都可以。那上面的我们前面的系统再去跟这个 DB 互动，所以我们拿到资料都是有很高的 latency 的，对，都是可能分钟起跳 latency 的。那虽然说我们对券商来说还好，没有那么 critical， 但在某些 scenario 底下，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 painful。那我们要调整我们的 architecture， 或者说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去跟我们的COBOL 做一个交换资料。所以我们新的方法就是我们透过 Kafka Cluster， 尤其是 Kafka Connect 这个部分去做 CDC 的 capture。那这个图会这样子画，是因为想要告诉大家说，所以当你 application 在跟 DB 做互动的时候，你其实是不需要跟 Kafka 做互动，这是这个图的重点，因为就代表说，你前面的有个你的 application team 是不需要考量，你最后面知道怎么 pass， 所以这个 data pipeline 才有意义，因为 pipeline 的意思就是你要把 data 从 A 移到 B 移到 C， 然后你还有可能要 replicate 或是你要做 passing， 对，那你不想要全部人都 stick on 这个 pipeline 上面，所以。我们透过一个 change data capture 去把它给切割开来，然后有 sample， 对，然后呢，这个 connect 这个 component 会写进会把资料或是 message 丢进 broker， 然后呢，我们在 mainframe 上面，我们新开发一个 C 加 program， 它可以去透过这边写 REST API proxy 嘛，所以它就是一个 RESTful API， 所以我们在 C 加 program 上面去做standard REST API call，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在 Kafka 上面的资料。这个 component 也是本身附在 Kafka 的 source code 里面的，那这个我看大家也蛮少在用的，对，但它也有在 Kafka 的整包 code 里面，对。那后面就类似了，就是它写一个档案，然后这个档案会再被 COBOL 拿去做其他的利用，对。那这是 in out， 就是基本上又反过来，但是我们少了刚刚那个 connect 部分。我们就是一样，就跟我们现在我们过去的做法是类似的，但我们现在把资料往上丢，就不再是透过 ETL 的方式，是透过 produce message， 所以是 real time， 它的 latency 会再降低一点，虽然说没有办法到比如说什么 10 millisecond， 但我们现在已经有办法去往一秒钟这种等级去推进了，因为这个 watch and read， 如果我们用这个mainframe 本身也是 Unix based 嘛 ，Unix 有很多的手段去 watch 个 file， 那这个是很快的，对。
往上丢，然后一样，这个东西是直接跟 broker 粘在一起的一个 component， 然后它就会被塞到 broker 里面。那我们其他，我们再自己写一个 program， 把上面资料拉出来，然后再把它写到 DB 里面。当然，这一段也是可以用 connector， 就是有这边有个这边有一种 connector 叫 JDBC connector， 那这边只要是支援 JDBC 协议的，那基本上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写，不用再自己写。那这边会这样写，是因为你有可能你要在这边做其他事情，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第三方 API call， 或是你还要再跟其他系统做一些互动，或者是说你可能这边 logic 比较复杂，你可能这边写的不是一个 database， 应该要写两三个 database， 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在这边做一些处理。那一样，那这边损耗之后 ，application team 也不管后面这些狗票有的没的，他就直接把资料拉走就结束了。好。那CC 我发现这两天大家谈的比较少，就是大家还是把 Kafka 当成一个进阶版 Q 在用。那 CC 对我们的应用来说很重要。对，那这边就是一个 sample， 就是你有个 table 长这样。当你下一个 update 的 command 之后，那我们人工这个 passing 下那、這个first name， 哦，这个资料有点问题，那我们就假装它是。这1004，所以104它要从 M 变这个，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产生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虽然说这个是画 JSON， 但是刚刚那个 tool 就是 division 这个 tool， 它支援好几种不一样 format， 那基本上就三种 format， 就 Procol Buffer 跟 Arvo 还有 JSON， 还有 Pure JSON， 就是 JSON without definition。这个昨天也有人提到，就是 Kafka。有一个另外一个 module 叫做，它不算 Kafka 的部分，它叫 Schema Registry。那 Schema Registry 支援其他的 format 啊，它也有支援。但大家可以想象，它会产生类似像这样资料，所以叫 Change Data Capture， 就是你会拿到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然后这边可能还有一些 Action， 比如说像这 Action 是 Update， 那它这边还有一个 Fill 告诉你它是 Update， 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些动作。那这件事情同样成立在全部的 SQL 操作里面，所以比如说像 Truncate。那你也会拿到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 truncate 呢？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truncate 就代表资料变不见了嘛，所以这 after 就会变 null， 那这边就会是 before， 对，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action 告诉你它是 truncate，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那我们看我们刚刚这边的加油图嘛，就是我们在这边的这边是被 division 自动 generate 刚刚那种形式。那我们在这边这一层 file 怎么做呢？因为我们也是要跟 COBOL 做一个 in and out 嘛。在 COBOL 这一端呢，我们是写 file，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想办法做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形式。比如说像这种很经典的像 CSV 又不像 CSV 的东西，对，或者是你这个想要任意的形式，反正你只要跟你的 COBOL team 讲好，他们有办法读起来的格式就可以了。或比如说像这种 binary style， 因为在档案的本身就是纯 binary 嘛，所以呢，我们也是会利用 hex 去做。那大家来一点这个机盖，好，这是一个 by， 这是一个 by， 这是一个 by， 这是一个 by。那在 big file 里面的时候呢，两个 by 会变成一个中文字，所以呢，看这边应该是32个中文字，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零叉是为了 escape error， 因为它读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档案才不会 error， 对。对，类似这种概念，对。那转成 hex 就代表数字也可以转，大小写英文也可以转。那中文字就比较特别，对，因为它不是 A B C D E F G 嘛，对。好，那我们这个 C pipeline 的分工怎么样呢？就像我讲，我们刚刚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嘛，我们 developer 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懂，而且我们的系统 legacy 很复杂，所以它就变得像这样子。Application team 只要着重在你自己的 application 跟 database 本身的设计跟 implement 就好了。所以这边都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画一条线，它就结束了，它的开发周期就结束了，所以这边就可以 deliver 了。那中间呢？中间的资料做任何中转或是要做 Kafka cluster 的操作，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 Kafka cluster 里面做很多事情，对，那这边就会被分到另外的 team 去做，然后它这个 team 也负责跟底层 core team 去协议出这一层的 file 里面大概写什么。档案，所以这边拉锯跟这边拉锯不一定要一样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接一样的东西从底下通到上面了，但这边想要跟大家提醒，就是
你这边的 legacy 什么有可能是 Big Five。我们现在系统都 UTF-8 嘛，所以其实中间这一层做会做非常多事情，就是要处理一些 legacy 系统所带来的问题。对，所以呢，这边就会变成一个 team， 一个 team， 一个 team。那 COBOL team 就继续写他们 COBOL， 他们就不用管其他东西了。所以这些永远都不会有人懂的 business logic 就这样子活着吧。对，那希望有一天有办法把这些 business logic offload 到其他系统把它实做掉。对，大概讲这样。所以这样调整之后呢，那 benefit 就像我这边就像这边讲的一样。哦，很棒很棒，每个 team 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范围，他不用再管那么多，他只要担心他跟下一个 team 之间 interface 什么，而且他可以 deliver 很快，因为他处理 component 更少了，他可以 focus 在自己更比较熟悉的领域里面。然后接下来是得益于 Kafka 是一个 message broker， 所以呢，在 message broker 上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在 message broker， 我们可以透过 Kafka 的 stream 去算资料。你想要做一些资料计算的话，你其实在 Kafka 上面直接做掉的，你不需要再离开 Kafka。 这么少好处，你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data unsync 问题，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你的 data real time。 就像我刚刚讲，当你遇到一些很对于时间很 sensitive 的 data 或是操作的时候，你就会很需要，你就很希望你要做的事情尽量在一个 platform 里面把它做完。然后下一个就是 scale。 那除了这个 COBOL 或是所谓 mainframe 部分很难 scale， 因为它是 IBM 的，然后有点贵，然后没几个人懂，然后它的设计也不是拿来 scale， 在早期啦，对，现在虽然有很多 solution， 对，但当它的资料一脱离之后呢，其实在这边我们有非常多的 scale out solution， 无论你要 scale out 还是 scale up， 你都有超级多 solution。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cluster， 那你就一直加就好了，然后。昨天在很多 session 有提到，就是 Kafka 本身有 partition 的机制，所以呢，你在这边可以做平行化的 offload。对，那在上面这边 application 更简单了，这个时代 K8s 就 replication KH 就好 ，database 啊，基本上也就是稍微 scale up 一下都不会太离谱，因为这边的写入是非常有效率的。对，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 development could be parallel。对，所以。基本上就延伸前面的东西啊，每个 team 现在要 take care 的东西越来越少，那可以比较 focus 在自己本身就很专业的领域，不用再去考那么多。当然，在这边有个 side effect， 就是 SRE 可能会很不开心，因为上面这边全部的工作都 SR， 都需要 SRE 的参与，因为毕竟你们现在眼睛看到所有东西都需要 deployment 跟 VM 或者是 cluster 的 support， 所以唯一不开心的就只有 SRE 或是 infra team。 对。好，那 scalability factory， 然后这也不用多讲了嘛。对，我们把资料从我们的核心的 COBOL 搬出来，从没有人看懂的地方搬出来之后，你这个时代我们有太多手段去做比较弹性的开发，或是比较好的 scaling 的部署的策略。所以这些列的都是我们有在用或是准备要用的东西。对，好，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那我们感谢讲者的分享。那因为接下来还有十分钟，那这十分钟内有没有想要问讲者问题的？请说。一年。对，但就是建议啦，就是你看去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在做，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叫做 offload mainframe。这个无论是我不知道台湾银行有没有在做啊，应该大家也会想要做了。那国外很多银行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想办法把 mainframe 给替换掉。那我们一年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挑几个 feature 来做，而且这 feature 可能是需要新开发的 feature。对对，那当然也有就是把旧的 feature 替换掉，也有。就大概给你一个概念，就是可能三四个 feature， 然后五六个人。不包含 SRE， 对，然后我们有付钱，对，就付给这间公司，对，所以那个我们这样子做，大概做一年可以做三十个 feature， 对。好，谢谢。那还有吗？还有就是听众想要对讲者做提问的吗？没有吗？没有吗？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场议程可能就要提早结束。那如果就是还有其他可能不方便在大众面前询问的话，想要私底下跟讲者做讨论的，就可以到前方来找讲者做讨论。